走进林园骆驼山的树林小径，到处都是老古石。啊，这古石山拢是啦。不止老古石，更有石灰岩地形才有的美景——钟乳石，就在森林深处的隐秘洞穴。小时候就有听说，啊，只是一直都没找到。啊，今天我们就跟着戴老师的脚步走，一起来吧。现在跟着镜头，我们来寻找林园最神秘的钟乳石洞的真面目。好。爬下3-4公尺深的垂直洞口，内部竟是乳白世界。啊，这一排好漂亮哦！真的比较大只，好大一串。钟乳石从洞口上方往洞底延伸，闪着亮光的结晶，有些呈现锯齿状，有些是一整条的柱状，最长至少有1公尺。我们是要跳下来看看有没有地下坑道通这个地方，结果一跳下来。就发现这个钟乳石。原来戴建成一月初在野外踏查时发现这个洞，消息传出，当地人振奋。上次跟你讲报纸，我们的志工哈，有跟某张报纸来报这个新闻。那么隔一个月来检查的时候，发现全部都被砍光了。比较好的东西哦，是不是应该隐秘起来这样子？但也担心30年前钟乳石被盗采的状况又发生。他们已经与文化处着手厘清洞穴土地产权规划管理方式，要让这自然奇景能成为林园的宝。大爱新闻陈怡珍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